然后今天也还没有走，今天在这里玩了一天，然后今天二妹带我们去看了一些风景好的地方，去拍拍照啊，去那里看了一下风景啊。谢谢点赞，谢谢谢谢家人们晚上好。我觉得吧，他爸妈也是给我娘的还是挺开心的，主要是他们这边人品好，比较热情，知道吧？然后呢，他们对我的印象也应该是没问题的，其他呢就我也还不太清楚啊。我们呢就准备明天就走了，然后呢明天就回去，到时候我明天跟二妹的，等一下跟二妹的老爸老妈商量一下，看愿不愿意让二妹跟着我去我们那边玩一趟。如果愿意的话，就带二妹去见一下我爸我妈，对吧？第一，没有反对就是 OK nice 的啊，没有反对就是 nice 的。那么，这个，话语我们没反对就是 nice 的。其他呢就先不说嘛，好吧？然后，也二妹也带二妹去我们家玩一下，对吧，家人们？去见见我的父母，对吧？这是最起码的一点的，然后呢，就开始下一步了，对吧？谢谢点赞，直播间2900人，马上3000人了，来，咱们打一波上人，分享一下粉丝群，家人们。你们可以给我建议一下啊，接下来该怎么做啊？该怎么做？我也替大家的建议，好吧？现在是在他们家啊，但是他们都在那个老房子里面，我们在这边，就是在直播给大家聊一会儿天啊，因为粉丝们都很着急啊，因为阿伟来到这边，他们都希望我录点视频给他们看，或者直播一下给他们看，所以呢，给大家直播一下，谢谢。昨天晚上呢，本来想给大家直播一下的，但是呢，因为不好意思直播嘛，你们也知道这边这么多人，对吧？第一次来到人家就拿个手机在那儿直播也不太好。所以就没有直播，家人们，希望大家理解。是的，昨天还是要以他们的家人为主，家人们。对呀，包括我们也买了很多东西来，都没有好意思去录一些视频，知道吧？所以呢，就没有给大家录视频。对，本来你们也知道，就是想给大家录个视频，对吧？想给大家录视频。给大家聊会儿天，录点视频给大家看。但是我们就随便，你们也知道，我那个视频都是随便录了一下，因为不好特意去录一些视频，知道吧，家人们？我们也知道家人们想看一下，但是我们也买了10多20件啤酒啊，然后买了一些蜥蜴，什么红、湖的、白的，什么。牛奶啊，吃的这些该带的都带了，知道吧？但是我们开车到这边就是他们这边来买的，然后很多人来接我们，然后就也不好意思去录一些视频，就直接就买了，就给他们了，知道吧？然后到家里的时候，他们安排了2只羊，然后就一直喝8+1，所以昨天呢都喝的二麻了。所以都没有给大家直播啊。第二点的话就是，他们这边很多人都在，我们也不好去录一些视频，不好去直播，因为就如果录一些视频或者在直播的话，就感觉有点特意了，知道吧？就不是说特意来他们家玩或者见父母，而是像特意来录一些视频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就不去录这些视频，也不去直播，知道吧，家人们？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但今天的话就他们一些亲戚啊、朋友啊这些也都走了啊，只有几个亲戚和父母他们在家里面聊天啊、烤火，哎，我是们的，家人们，我跟你们说，是我把阿伟叫过来的，因为阿伟还在跟他们聊天嘛。对。不是说家人们都想要看一下阿伟吗？都想听一下阿伟的这个有没有同意嘛？所以说这种事情只有阿伟知道，所以说我们就让阿伟拉出来，让他给大家直播一下。然后呢，是这样子的，家人们，就是，我就抽个时间给大家直播，
聊一下，因为家人们想见我们，知道吧？然后聊一下之后呢，等一下我会邀请，就是让Rap总叫一下他的父母啊什么的，然后呢就是来到直播间就聊几句吧。就我呢也就问一下，愿不愿意让二妹跟着我去我们家玩一趟啊？愿意的话，明天我们就出发我们家了。啊，不愿意的话，那就不勉强了，对吧？首先我们不说其他的，就见见父母嘛，对吧，吴总？是的，来家人们把粉丝的麦剩一下，好不好？我去看一下他那个他们老爸他们有没有时间，好不好，家人们？来，我们把粉丝灯牌都剩一下，家人们。对，亮一下，给阿伟亮一下粉丝灯牌，对右上角这个地方，给阿伟亮一下粉丝灯牌，然后把赞赞点一下，好吧，谢谢。对，互动一下，数据注意一下啊，直播间4500人，马上5000人了，咱们互动一下。你们说想不想见一下二妹？想见一下二妹的话，我叫二妹过来给大家聊一下，好吧？二妹也忙前忙后的啊，也比较辛苦。因为毕竟是来他们家嘛，谢谢关注啊，谢谢。对，没有关注我的关注一下，然后呢亮一下粉丝灯牌，好吧，家人们，今天是在老丈母家，等一下我会叫他爸妈来这里直播间，然后也给大家聊几句啊，然后或者就是问一下他们，就是愿不愿意让二妹跟我一起去外面那种，去那种。所以呢，大家那个啥，大家就那个，把气氛给搞起来，好吧，站着点起来，互动起来啊、哦，那个粉丝灯牌亮一下啊、哦！我穿的是二妹的衣服啊、哦，这家人们，你们也见过吧？这个衣服是二妹穿着的，然后来到了他们这边，你们也知道，那个我也没带什么衣服、外套什么的。这边就有点冷，然后我就二妹就看到我有点冷嘛，然后她就给我穿着了。你们说我穿着好不好看？二妹，你的衣服我穿的好看吗？不好看。那还给你吧。这是二妹的衣服啊，大家也看到过她穿着呢。你们说我穿的好不好看？这个男女都可以穿的吧？觉得。但是刚才我穿着这个衣服的时候，二妹的妈妈看了我一眼，我就有点尴尬啊、哦，有点尴尬。好看是吧？对，这个是二妹的衣服，你们也见到过二妹穿着的，对吧？刚才二妹的老妈看了我一眼，这样子，然后我就不好意思了，我就把头低下了，因为她知道这是她女儿的衣服，然后看到我穿着，她可能会觉得，哎，这是什么奇怪啊，这，对吧？二妹是看到我。到他们这边有点冷嘛，因为这边，还是山还是比较高，就是差不多，海拔2000左右啊，就是有点冷，尤其是在山底下去一点的话，就要下雪，山底下都是下雪的。直播间5500人，马上6000人了，咱们把赞赞给阿伟点亮一下，哎。这个他老爸没时间，他这个老爸的弟弟来了。小弟。来，那就是二妹的舅舅嘛。啊，舅舅来，坐一下。家人们，这是二妹的舅舅啊，二妹的舅舅。直播间5600人，马上6000人了。二妹的舅舅过来了，然后呢，大家给二妹的舅舅打个招呼，好吧？打个招呼。对，二妹的舅舅的话，我应该是叫叔叔啊。对，叫叔叔。对。咱们给欢迎啊，欢迎二妹的舅舅啊，好吧，也就是说欢迎阿伟的叔叔啊，对，欢迎一下。好年轻，大家都说这个舅舅好年轻。对，舅舅年轻啊，舅舅今年多大了？叔叔，哎，30几了。30几啊、哦？才30几啊，好年轻啊、哦。年轻的。对。哎呦，我，你得紧张啊。我这个阿伟是我那个亲老表的女儿的那个女儿的朋友女儿的朋友很好，他人很好。谢谢，好帅，家看到没有，直播间6000多个家人们都说你好帅嘞，舅舅。直播间6000多人了，确实帅啊、确实挺年轻挺帅的啊，舅舅。舅舅有点紧张，家人们见谅啊，来，家人们
我们欢迎一下舅舅，让舅舅不要紧张。对，舅舅，因为你们也知道舅舅也没有直播过什么的，然后呢，他也没有面对过这么多家人们。你看直播间六七千人，你说在现场的话，都一个房子都抓不下了。没有，如果说是阿妹要叫舅舅的话，你也叫舅舅。我叫叔叔啊，我叫叔叔。叔叔吗？你们这边是这样子的吗？对对。因为直播间很多家人都是说要叫舅舅的。没有，叔叔。这边不跟着我叫的。对，舅舅是这样子的，舅舅是这样子的，就是呢，阿伟可能他有点紧张，他过来了两天的嘛，昨天过来的嘛，然后呢，他有一些话他不好意思，对不对？你来，跟舅舅聊一下，我也不好说。我跟您说了，他有些话呢，他不好意思让这个，他去问父母嘛，还有这个阿伟可能也不是很知道，阿伟想问一下，他就说您的，就是说您认为阿伟这个孩子怎么样？或者阿伟的老爸老妈认为阿伟这个孩子怎么样？很好很好，哎呀，那个舅舅，我知道您一看就是个耿直的人啊，所以说我们才能偷偷摸摸把您叫过来，对不对？因为直播间差不多七千个家人呢，他们想知道一下，知道吗？实话实说嘛，阿伟啊，阿伟，哎呀，阿伟那个是一流的。一流的家人们，总的来说是一流的，嗯，人也长得帅，然后人品也好，很耿直，不是，主要是您从这几个相处的，你觉得他对阿妹怎么样？阿妹不是他对阿妹怎么样，就是阿伟对阿妹怎么样嘛？就是你觉得从这种小细节这看一下嘛？确实没有什么说的吧？没有什么说的，就是这个跟。那个特别的好，特别的好，家人们，你看到听到没有？家人们，对我家的阿妹特别的好。家人们，这个是阿妹的舅舅哦，对不对？然后呢，他刚刚给了阿伟一个评价，就是特别的好。那我再偷偷摸问一下，就是这个，他老爸老妈觉得阿伟这个孩子怎么样？很喜欢。真的吗？这很喜欢。从哪几点可以看出来很喜欢？因为，哎呀，我都不，我，哎呀。反正阿伟是个这样的一个人，我接触了两天就觉得阿伟就是这样子的人，对不对？一看就看得出来。嗯，再说了，这两天我们天天都在一起，对，看得出来，看得出来。不好意思啊，老铁们，我不会那个，老铁说的那个，对，没事的，没事的，心里一些那个没有，我跟您说了，直播间现在差不多七千人了，对不对？嗯，他们都是一直陪伴着阿伟过来的。阿伟呢，其实也把他们跟这个老爸老妈一样，因为他们会给阿伟很多帮助，他们也会这个无条件的去信任阿伟，知道吗？所以说，阿伟今天其实本是不好意思的，因为你们在那聊天嘛，那直播间很多家人们跟我们说，他说让阿伟来跟他们直播聊聊天，然后呢让他们这个他们也想知道一下阿妹的父母对阿伟是什么样的态度，家人们是不是这个意思？家人们是这个意思的话，给我打个四好不好？让我们舅舅看一下，对不对？我们这个到底有多少家人都是在一直陪伴着阿伟，一直在喜欢阿伟，一直想在这个上面，对不对？我们听一个消息的，是不是？家人们，你看到没有？已经直播间差不多七千人了，已经差不多有两千人打四了，对不对？所以他们都是很关心阿伟的，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把您叫上来，就是希望他也要心里有个，对不对？就是说安定心丸一样。还要不然他就知道，对不对？怎么去做嘛？这个就是，出上门的女婿要这个惶恐不安，知道吗？